表演，不是看表演，表演。哎、我们刚刚铁骑表演呢、啊。哎，我也想要看表演啊，真的。我也不要，有些话不要乱讲。然后那个，然后我是觉得说，这一次疫情中度过了很多，也看到了很多。但我觉得最需要给予掌声的，就是等一下大家的掌声，就是我觉得所有在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是英雄， yeah. 掌声给他们。Yeah. 终于不必再刷。刷的好尴尬，我们也有院民是医疗人员的，对，有，就是大家辛苦了，真的是最辛苦了、啊。那个，我觉得就是很多政策也不知道到底做下去对不对，但是在第一线的就是承受一切的人，他们真的是这一次的最大的英雄。那我觉得还有一批英雄，就是这次疫情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不方便，就是例如去哪里可能要戴口罩，或者是说。想要看表演看不到，对哦、啊、对哦、啊 oh, 啊，或是也想要看个电影都 again 啊呢，对，就是生活变方便，想出国也出不去，但是也是因为有一群很了不起的台湾人，你们很努力的撑过这段时间，你们让台湾的疫情是这么的好，对，我觉得你们是第二个最大的英雄，就是你们，对，谢谢来了，你们承受了种种不方便，也只是为了希望。今天在那边看 Pisco 表演，对不对？根本收割呢，收割一波，收割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老话一句，就是台湾很小，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跟这个世界发出一些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 pride， 就是我们是小国小民，但我们是好国好民。OK 啊，真的，我们要以台湾人为荣。昨天发生了一些，没有一些，昨天有一位。人物离开了，是我们的前总统。那我觉得所有的历史功过，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评论。可是我们唯一不能否认的事情是说，台湾今天变成现在这样子，这么民主的地方，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多要努力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模一样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当一个聪明的台湾人，不要被很多很多的一些被媒体牵着鼻子走，被谁谁谁牵着鼻子走。重点还是多思考、多想、多听。对，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。OK。对，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啦。对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这样不代表。对，刚好，我跟你讲，老梗最好用了。真的，真的，不，我继续讲怎么样？想讲啊，很久没讲了，没有了。哎呦，你要我 diss 谁？diss 谁？我跟你说要 diss， 没有，我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有很多很多很久不见的朋友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还有那种第一代球衣的，穿着 Pisco 第一代球衣的，而且不止一位。对，今天我跟你讲，这就算，今天还有人就是开始会放闪的，哦，脱乳的。但是如果现在还是单身没有关系，因为 Pisco 还在。有结婚了哈，没有没有结婚了，好，我们还他有要结婚的哈，好了，恭喜有订婚了啦。